Hi, 大家好，我是香港置業同分行 Jimmy Lam。咁今日咧介紹咧係一個又一居嘅單位俾大家嘅。咁又一居嚟講咧，佢喺喺區裏邊啦，係屬於一個好大型嘅屋苑啦，一共有1818個單位。咁佢非常非常受歡迎，點解呢？因為個樓齡雖然係去到30年左右到啦，咁但係咧，因為佢維修保養非常之好嘅，咁尤其是咧，佢又近九龍塘地鐵站，咁加上咧佢400多呎嘅售面積咧係兩房，由500多呎開始咧，打上基本上咧都係三房嘅單位，咁只不過分別係咩咧？係在於分別係細嘅三房、中嘅三房或者大嘅三房啦。好似呢個單位咁，606呎售面積已經係有三房啦，咁亦都有套房添。咁啊，户主咧將整個單位翻新咗之後咧，係非常非常之吸引嘅。咁我哋而家先睇睇呢個單位。嗱，咁首先咧，你見得到啦。咁啊，整個單位咧，全部都係新裝修。咁基本上咧，一搬入嚟咧，都已經可以即刻搬入嚟住噶啦。嗱，咁地板換曬啦。咁就望出嚟咧，個景觀都非常之好噶。咁佢屬於一個咧係橫廳嘅設計嚟嘅。咁入門口咧，咁啊呢度咧見得到啦，佢電子門鎖啦。咁有一辣鏡，咁同埋咧呢度係廚櫃啦，咁啊廚房方面咧全部都換過曬，你見得到咧新嘅洗衣機啦、焗爐啦、雪櫃啦、廚櫃啊，户主都好有心思啊！呢度咧都有個櫃咧，係主要係愛嚟咧放紅酒嘅，咁呢個係客廁啦。佢原先三房設計咧，佢有少少改動咗，將兩個房原本平均咁大咧，可以做咗個睡房係大啲，呢個咧係書房係細少少嘅。咁你呢個咧亦都係一檔大嘅睡房啦，主人套房啦。咁所以咧，基本上個單位咧係好新淨。咁啊，搬入嚟咧基本上已經可以住噶啦。咁今日嘅介紹咧到呢度為止，好多謝大家收睇。